纪念堂呢？这是纪念堂，是这边吗？带爸爸妈妈一起来，干嘛？觉得他结婚，爸妈可以不用来吗？对啊，只他自己来，自己来公证哦。对啊，你到了，这里只到六点，所以刚刚那边那个路口是纪念堂，从这边走进来就是这漂亮的教堂。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哦，小公主，喜欢吗？进去啊，那是他们举办婚礼的地方吧？我只是漂亮的一个，他应该是某个厉害的，这是指给婚礼使用的出入，哦，是指给他们的宾客走的地方，就是宾客。所以宾客可以走这条路，所以宾客从这条路进来，他会感觉还有这种方式，可能他会把沿路点蜡烛或是怎么样之类的哈。好多人哦，我们赶快进去。他这个冬天了以后，这就会变白胶。真的啊？下雪以后，这也不是都是白的。可能白白黑黑的吧。黑黑是那些雪下的路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好，来。你这样拍不到啊？你是要用录影的拍吗？换一个啦，换手机拍。那我继续录。像小公主吧，小公主这里特别吗？喜欢吗？上面是一层一层的石头吧。它是用石头建的，这个建筑师很厉害。这边就写镜子，写的
把它拿去刷。要走要走要走。两双工作。这样子让它怎么样？你吃吗？你吃啊？好好吃哦。下面一。